你没用的，这个冰女我跟你讲能守你，当对面的冰女能守你的时候你就没用了。小心点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当对面的冰女人守你的时候你就没用了，你知道吧？说了这个冰女在守着我，守着我。对面的人永远在抱团，你想抓单也抓不到。我听见了你之呼。我说实话，这一波对面要炸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老鼠他妈有闪现，有大招，他不舍得进去卖，他卖一波绝对炸对面。我他妈水银也出了，我这波出水银，我这波只要收一波就赢了。有他妈大招，有那个不舍得卖一波，我操！就这个位置，我跟你讲，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波。我在这里，在那个勾引，我在勾引，他不上去打输出，他上去打输出，皇子是必死，对面可能要被我们打团灭，一波团灭，我们拿大龙就翻了。关键就是那一波团，那波团我把双招交完，啥都没捞到。小心点。有时候你有些局没办法跟你讲系统局，我对这种系统局我已经认清现实了。有时候觉得系统局能赢，但是真的赢不了。你最关键一波团，我哪里亏线了？我上线又没亏。阵容不一定要有前排的。把他飞逼出来了，他分两波打，这英雄会飞的。就给了吗？
火龙？韩服好多喷火龙上单，喷火龙为什么不能打上单？小火龙、小恐龙打上单可以打的，只是我没有这个英雄啊，没玩过。已经神志不清了，这小火龙。中单 miss， 中单被单杀了吗？我听见了无知的怒喊。说不定对面上野上马上野就是个带啊，啊中野就是个带。应该出个三项的，三项一打二能力比较强。感觉先出海妖，新鲜快乐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啊，这边可以点了。技能骗了，我发现打这个英雄，直接先 Q 他脸上，把技能骗了。他飞多久啊？送个头，不然不值钱了，我操。对面打野也崩了，对面就是唯独就是老鼠起来了，老鼠也没起来。搞个三项，这我打用三项打会好一点。海妖打能打出来的伤害比三项要高。接下来我们待会就要到表演时刻了。
啊？手速这么快的吗？张法海？有挂啊，兄弟们。科学养啊。这龙闪现 CD 好快啊，他是不是点了闪现减 C 的？科学呀，科学呀，科学呀。我发现跟他对线，我感觉这英雄也没有那么难杀啊。他打这种上路线长还是好打一点，可能如果我去跟他打下路线就不好打了，下路线有辅助在旁边的话，这个英雄可能就难杀一点。毕竟这个英雄类似于有点像 EZ 啊，他的玩法跟 EZ 很像。小心点。但是只是一个后期的 EZ。EZ 是一个前中期啊 ，EZ 是一个滚雪球英雄啊。打了后期同等装备 EZ 就废了，同等装备的 EZ 打脆皮还好，但凡对面有点前排的话 EZ 就很垃圾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怎么开？开不开？有时候系统局你没办法的。什么叫系统局？就是。就是对面五个人都会玩，你这边给你来两个不会玩的，然后对面可能还给你搞两个小带双排的，连胜太多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连胜太多了会碰到这种。我听见了你的呼喊。
哎呦，他妈的运气好差啊，没出暴击，兄弟们，运气不好。运气好一点，我打这个老鼠哦，也不是运气不行，这宝石给他套了护盾，变得比较肉了。这波我没有撤啊，想的是反打，但是没魔抗，你看不祥他妈的就稍微一个技能打了我一千多。这一个技能就打了我一千多，可以出盾攻加那个啥，我们可以出盾攻加巨杀，对面直接出冰心了。小心点，我想往左边开的，往中路开的。老鼠过来了。在我右边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哎，这波一技能没给对，我操！一技能没给对。凝血吗？凝血是盾攻，盾攻就好防不祥一点，不祥是突脸的，盾攻巨杀，巨杀出的快一点，少400块钱出巨杀，先出盾攻吧。应该靠墙站。一晚一点，靠墙站一晚一点，应该好像可以五杀一下啊。皮没被推了，老子也没大招，下一把。